怎么了？好冷啊。为啥呀？啊，怎么了？有点胃疼。天哪，没有胃药吗？赶紧下楼买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哭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疼的。我的天，买个药去吧。喝热水。红枣。红枣。都是暖胃的。我有点看不了这个现在。天。这是一个竞速的比赛。马总，这锅快开了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回来。马总这儿也急呀。哈喽，胃药在哪里？哪个地方？你好。焦虑。这个地方吗？江水。哎呦我的天，来了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